有请亚洲舞王罗志祥。有请韩庚队长。有请全新的队长亮相。今年目标我是希望能多做几个能留得下来的作品吧。当然拿冠军，如果顺便能拿也能拿。去年呢，就是差了一步得了冠军嘛。今年必须要把这个第一名拿回来，这是我这一次来的目的。去年失误就是选了太少的一些编舞的一个选手，那这次呢，我确实注重在于选一些优秀的一些编舞。我觉得我优势是，他们都是一个会跳舞的明星，我就是一个舞者。请每位队长说出你们的考核宣言。依然装置去年拿了冠军。所以我不介意再拿一个冠军。哎，翻篇了。那我的宣言就很简单，我要找的是全能舞者，什么样的风格都会，因为我要来拿冠军。不，这一期我们要打成联盟，结盟，我们结盟吧，我们也结盟，我们也可以啊。OK。我今年呢，我也希望找出最好最有态度的舞者，去年的事儿翻篇啊，今年看我们。哦，好嘞，可以，真金不怕火烈，去年有你们赢，有你一二三，因为我不在啊，我在的话呢，故事就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叫什么？一二三 ，OG，OG 啊。队长大秀准备开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优酷这就是街舞，我是陆岩。本节目由生而无为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。勇闯天涯 Super X， 够胆够 battle。 队长大秀准备开始。Come on!
回到自己的考核街道，我们单纯从谁跳得好谁人数最多的东西，你觉得你最大的对手是谁？应该是吴建豪。今天这个秀反正我觉得我们这个最难，而且跳得最好，基本上欧军应该是会选我，没有意外的话。没关系，如果今天不是我的话，我再继续打脸。我觉得我自己会排到第一名吧。现在请所有的舞者们考虑去往哪条街道进行首轮考核，倒计时开始。我看到吴建豪老师那个跳的舞非常有味道，对，然后里面还有一段 popping 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就去来选择这里了。今天就走进来千玺这一队，看到很多大神在这边。其实我想选千玺，但是我的师傅他们都在那边，然后我如果再去的话可能不太好。还有最后20秒，哎，恐怖箱啊。现在呢要告知我们所有的队长和我们所有的舞者，今年我们的考核规则有所不同。第一条，在海选的考核过程当中，不可以使用待定。哦吼！走，我们回家去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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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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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不要玩了啦！走了，不要玩了。节目组啊，每次都在这挖坑。哎，你最爱待定的呀！啊，我待定，待定，待定。你要把我的路给封死了，你明白吗？最好你最爱待定的人，待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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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就是街舞第二季，节目组的不靠谱，第一个坑出现了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每条街道的考核毛巾数量不等，已经不是25条了，是吧？我们将根据队长考核人数分配毛巾数量。刚刚大秀选择人数最多的有26条毛巾，第二名24条毛巾，第三名23条毛巾，第四名22条毛巾。我的天哪！95条。哎，对了，有人说了，还没到100条，95条，怎么搞？